还有几个？2017年2月13号，搭乘幸福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的峨眉山的缆车首站。外面都是雾茫茫的一片啊。大概是坐缆车大概3分钟，跟之前幸福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第一站峨眉山的经典去膜拜去参观普贤菩萨十大祈愿。今天日期是2017年2月13号，现在是11:30。我们的导游小唐唐飞以及小郭，